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赶紧带着东西出来呀！草坪上集合呀！我很想念你们，快出来吧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宿管来了，宿管来了，来了，都注意吧。师傅，我们的梁子让人抢走了。梁子人抢走了，劫梁子了。哦，跟谁劫梁子了？跟他们那屋劫梁子。九西跟九梁，师傅。师傅，都拿着东西了吗？他拿着我们梁子呢。拿着我们好学习。哦，那行那行那行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拿着了吗？拿着了，都拿着哈。我们头一个，我们就都给歼灭了。我哥哥这个智商还是比较高的。那好那好，那是爱土啊。都齐了吗？齐了，人也齐了吗？齐了齐了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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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个出奇趟很开心啊，我看见你们也挺高兴的。这个手里都拿着东西了，有的人哈。他有的没拿着东西了啊。怎么了？本来那学外语啊是我们的，但是就是后来啊，这个轮哥说他们这个就学外语可能就是不太想要，特别想要学外语，他拿着那个字典不给我们了。我说既然你要，那就你给你了，你就给他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们拿了一幅画，本来要想您过生日时候送给您了，但是这会儿我不占便宜。您想这字写的多好？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造孽啊，造孽啊！什么含义？什么活呀？对春联啊？怎么了，姐们儿？这对得上吗？这个怎么？这你对不师傅？江山对不使啊？对呀、啊，父老对人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能对造啊，对吧？哎，容对孽呀、啊。我有钱嘛，是吧？都工整的对联儿、啊，你替我把它撕。这不算，这是不是他偷的？这个是我这也有一个。哎，哎哎，你看看，我看看。远瞧灯笼大，近瞧大灯笼，走进留神看，灯笼进空。哎，我们哦，这送给你们了，送给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平哥，谢谢平哥，谢谢。打灯谜了啊，不能对春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打灯谜，行了，嗯，现在题目可又来了啊。房间也都安排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安排了。嗯，人家酒店找我了，每个房间只能睡两个人。别介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别睡俩人啊！我老秦瘦，哎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忍忍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不，我就没屋了，是吗？那没有办法，这个必须这得 K 出一个去啊！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张浩伦，你手里没有梁子，咋的呀？张浩伦。啊！你们那儿得拆一下，得有人跟烧饼一屋。行了，行，谁拆啊？我，那你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、那他说，不是我们俩要分开的话，那作品怎么创作呀？就一宿时间啊？那你们俩拆开，那灯谜肯定就不是你们俩使了。您拿着这个梁子打灯谜，我是凉活的。不是，行，兄弟，我是凉活的，我豁出去了。行了，那就是说把张鹤伦同学。最后从队伍中踢出来了，我想师傅，我想哭，我想哭。伦儿，跟我们一起使活吧，打灯谜。我这是停了，瞧我了，师傅。行了，试试，把这枪给我了。我再来一圈是吗？行，行也行，我再来啊。跟我垫了，我干。跟不上领导了。汗三多，我没有力气了。这是终点了吧？是到这就算赢了吧？还是说得上岸啊？这还有。那我得是第一，我得是第一个，他第一个到的，我第二个到的呀。没有反转了吧？他有，我听他的意思有。我要第一个。我想选谁？那个谁，那个梁九郎。
您中间坐我后，您后边来我抢，我在前面，我在您后边，您最前面。再争取金票。走了，给这船坐塌了，可完了！黑衣人，救救我！现在划船也不好讲啊！欢迎郭老师、于老师。各位辛苦，哎、各位辛苦，各位辛苦，各位辛苦啊！又能看见你们，很高兴啊！啊，那个总漂流官到哪里去了？我愣没看见呢啊！恭喜我们的总漂流官啊，在今天的任务完成中表现非常的出色。这个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，我觉得今天第一应该给总漂流官岳云鹏。应该啊，真的啊。那个总漂流官，刚才这一路之上谁表现不错呀？表现都挺好的。那个张若伦是挺拼的，他是从那儿走进来的。哎呦，他没有船，拼了，真的拼了。你船呢？好像被我骗走了。对，总漂流官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啊？太棒了！刚才既然承认了小月了，小月是总漂流官是第一，那么在他之后，其实紧挨着岳云鹏的谁？是张鹤伦。哦，然后是王九龙、尚九熙啊、周九良啊，然后是老秦、小饼。太棒了！坏了！九郎，孟鹤堂，我又最后一个。好，恭喜我们的栾云平。我们待会儿啊是按照排名的顺序来挑选搭档，谁靠前谁就可以先选搭档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哎，所以说挨着这个岳云鹏的最近的是谁？刚才说张鹤伦，太棒啊！说实在的，努力总会有结果的。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啊，挨着岳云鹏最近的人，在实际排名的时候，我们会排在最后一个。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看着他。我就说吧，不抢第一就要第一。刚才贺伦之后是谁啊？我，他是王九龙啊，那就是王九龙可以优先挑选搭档。真的是他呀？对呀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我呢？你别着急，总会有你挑船的。我选辛霄贤。哦，辛霄贤啊，被王九龙选中了，恭喜你们结成新的搭档。好，九熙可以挑选了。行吧。好，挑选九郎是吧？刚来。好，极了。九郎，你挑选谁？没跟过饼哥。好的，那就周九良、烧饼、孟鹤堂。孟鹤堂跟烧饼。我选他。行，我们请仨人来。仨人的，仨人呗，仨人也可以啊。那我也太惨了。别着急，孩子，惨的还有你呢。我熏熏呀。啊，那我选栾哥。定稿了，我必须得有一个。我已经不争不抢的人了，得给我一逗哏的了。行，那就孟鹤堂、栾云平，好吗？那么最后我们今天的，哎，哪儿去了那人？我轮你得回来，孩子。还有最后一口气儿。张鹤伦，你挑选的是谁呢？好像没有人可以挑选了。哥哥，要不咱和九郎咱仨使一个吧，行吗？咱仨是群口相声吧。行。
好吧，那就恭喜你们了，使个群口相声好吗？好，各位辛苦。这应该是谁了？文明，我是吗？我那我选烧饼。就是我就惨到了这种境界了吗？栾云平先成的您，我选烧饼了。那我跟王哥呗。对对，往那边去。我又是一个人。然后张鹤伦，张鹤伦跟摄像们一组，好不好？好嘞，跟摄像大鸡在一块儿。这个淘汰不了了，以后都得有他，他老摄像啊。对，张鹤伦说单的是吗？我不想说单的是。你看，那你问岳云鹏有办法没有？选单的吧。这个岳云鹏是你师哥啊，而且在节目里边他这个把握方向也非常准确，他给你出的主意他不会害你，他是害死你啊。这个我问一下吧，也别听我们一句话了啊，你们都师兄弟都不错，你们觉得张鹤伦是不是在单口方面有天赋？是，他说一段单口相声是不是比你们都强？是，你们是不是很想看他的单口相声？是，这是他们的意见。张鹤伦啊，鹤伦，哎，你单口相声不用靠着我了。师傅有点站不住了，有点不能，你一会儿一扭起来就好点了。哎，对，师傅我不想说单口啊，不想说单口那怎么办呢？对沙子，那我跟岳哥，那你自己问吧，岳哥。你觉得咱八五年的是不是都应该帮帮85年的？是这样的，兄弟，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因为你是上一次是倒数第二，上上一次是倒数第一，对，我跟了你，你被淘汰，你把我拽下去了，下期有可能没有岳云鹏了。你想想，你肯定被淘汰了，你不真的不用想，他不能淘，他是咱们的流量。他是咱们的流量，真的。我不说别的，最起码这几个人都认识他。对，你想，我现在都这么火。你跟谁并列？秦霄贤是栾平、王九龙、张伦并列。你想，一个爱徒，一个外甥，一个外甥，我说一个流量。我要说单口，我不演，我不演。你先别这样，要说单口，我死得更惨。就算你要是跟我在一块，万一输了，人家还能可以约啊，岳云鹏，岳云鹏还没捧好。你现在都这个味儿了，你肯定不会在乎观众的流言蜚语。我不演，反正我不演，真的。这没办法了。张鹤伦，时间在你身上浪费，你赶紧啊！苍天哪！老秦有活吗？我真没活。老秦这是个问号，是吧？对，我没有聊聊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我想当报幕，因为咱上期也是我落一单儿。我觉得这期啊，我也捞一单得了。如果让你使，你跟谁想一场？非得让我使的话，我就跟九郎。白狼呗。好家伙，就给我写着，我还有报幕呢。我说半天，我报幕的。咱不还能稍微攥了攥了吗？咱要说咱连攥了都攥了不出来了，像人家这个，确实咱也都知道。好吧，我不争了，那你就给老秦吧，让老秦主持吧。上九期开吗？哥，我都开好几期了，反正开也行。轮儿开吧，可以。你看人轮儿哥自告奋勇开。白狼，接下来我宣布一下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：郭麒麟、烧饼、上九期、杨九郎、周九良、秦霄贤、曹鹤阳、栾云平，6:10。他们都没怎么变。孟鹤堂，6:40。我得提案，你怎么回事？回来了。对，您过完这个6:00。孟鹤堂因擅自拨动时钟，时间增加20分钟。什么？加时？不是，这我刚才那没在戏里头。在。张鹤伦，6:55。什么？6:40？谁6:55？你。哎，等。你凭什么？为什么6:55？我是不是你6:55？你呀。祥子来给人鞠一躬，哥给人鞠一躬。我们俩是补位选手，我们一想啊，播这么多期了，你是最惨的，那咱就惨到底吧，那就可这一个人祸了。对，可怜我。这是第一个。
吗？这儿没有，没有什么。那几个大咖没来过是吗？谁没来？什么大咖？谁呀？两点到五点来。哎，看来我是，看来我是第一个来的是吗？穿上校服了。穿上，嗨，这不学生吗？有人问您上过学吗？来来来来，把天儿给聊了。这句给我掐了啊！我现在在这等会儿。喂，喂，罗儿，罗儿，喂，你在哪儿？九溪是吗？哎，是九溪吗？耳朵不好使了啊！你想，哎、你想，哎、你想跟九溪一场是吗？呀，我呀，魔怔了。哎呦，月哥，你想跟谁一场？我想跟你。你痴心妄想，你痴心妄想。那我跟栾哥行吗？你是想要栾哥的电话吗？是，呀哦呀，这红了，这红，幺五幺，幺五幺多少？二七五，二七五，剩下的四个号码4000块钱。你觉得栾哥值1000块钱吗？我只说4000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商演又少了呢？赶紧，我这来买卖了，快点，来买卖了哈。那您先接了。喂，喂，您好，刚才谁来电话了？我没有接到。对呀，你是上九溪吗？师傅，孩子，我快找，我快找到你了。君君来了，是你吗，孩子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孩子，太棒，多保重啊！再见。完了，真挂了。你接着说，哎，这不是师傅吗？小栾的电话是183。183。对。哎，九溪没有什么诉求就挂了，有诉求您不听，我都让他保重了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能给我讲讲吗？行，拜拜。喂，哎，师傅，您刚才打电话什么事儿啊？谁呀？你是？九溪张鹤伦。我是上九溪，哎，上九溪啊。张鹤伦。哎，九溪。没等我说话给挂了。我发现师傅不是跟我说话的，师傅跟那边人说话的。喂，哎，栾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找你好辛苦啊。那个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张鹤伦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天桥德云社，你快来吧。啊，那你要是真想跟我在一块儿了，那你就等着我，好吧？行，那我在这等你了。啊，我不会骗人的啊。好嘞，妥了啊，给我哥哥打。你打谁？小栾啊，坐这。喂，哎，哥哥，哦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郭老师在一块，郭老师、于老师、岳老师。你是谁呀？嗯，嗨、哎，他是栾云平。哎呦，师傅，少爷啊，刚才那是上九溪吗？嗯。刚才是郭麒麟呐，那么红你都不知道啊！完，还得努力。那你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吧？是这样的，哥，你这个想好了跟谁一场了吗？在最后的时刻。我是等待人家呼唤了。你选择吧，上九溪也行。啊，上九溪也行，是上九溪也行。哦，还有谁呀？就是上九溪。还有上九溪是吧？对，还有上九溪。好嘞，那我犹豫啊，我想想啊，那咱们就挑上九溪。不，不是强求的啊，不是强求的，我的爱徒啊。怎么能强求？我选的上九溪啊。哎，哦，那你知道上九溪的电话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想知道吗？这个正好我就想问您呢，您给我说一下啊。哦，太好了，我的爱徒。记一下啊，咋嘞？151151，没听好好说话。那记错了，151225，2275。
对了，谢谢师傅了，谢谢师傅了啊！哎呀，孩子，这都是应该做的啊！一直我就想跟尚九熙，哎呀，我就找不着他电话呀！太好了，行了，我们牵线了，好嘞啊，好嘞，拜拜。完了，现在有点不好抉择了。张小伦找我了，但是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和尚九熙，团队让我挡他。就因为张小伦先邀请了我，因为我还不愿意失言的这么个人。可是刚才接师傅电话，还是想让我和尚九熙。嗯，我还是决定和尚九熙了。因为我觉得听我师傅的没错，宁可跟张小伦拧着干，不能和领导拧着干。